刚委员所看到的那个，就是一些比较表面性的处理的部分。那大概总共的工程经费加劳务费用的话，大概在117万左右。那修复的行程，因为东西是比较简单，所以大概是在大概明年六月左右可以完成整，今年六月可以完成整个的修复。对，以上简单报告。好，谢谢。简单的来讲，就是说，他其实他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，也在营业了。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进入这个文资有身份的行列里面啊、哦。那你那100多万现在是由哪个单位？文化局吗？这个老师他那个是老房子计划。他这个出来以后啊，他100多万是他自己付，但是可以用他的租金来扣。OK， 好。好，我们各位委员对本案相对文号啊、哦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，现在也开放啊、哦，去给他这个照顾啊，一个很有趣的两进的迪化街的房子啊、哦，好吧？那如果我们委员没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就作业啊。我本来觉得12点应该结束，但我们要。谢谢。